Hello， 大家好，有小伙伴说他没有咖啡机，没有磨豆机，没有奶泡机，想做拉花，这怎么搞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前段时间有个充电的小伙伴跟我说，希望牛老师能做七法压壶打奶泡，吸吸酱油洗洁精也能啦。于是为了验证这位同学的想法，今天雕牌洗洁精，厨房好帮手，海天酱油精选老抽，手握此神钢，再也不怕会手抖。法压壶今天把洗洁精抽，先倒老抽打底当做 espresso， 接水，洗洁精一压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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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掉多余的泡沫，刮掉大泡沫，倒缸走起，屏住呼吸，我们先小试牛刀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再走一个难度大的。洗洁精它的泡沫呢非常的轻，很飘，因为它不含脂肪，所以说呢当你在做拉花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重力感的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咖啡，你可以用这种方法从零到一找找这种制作拉花的感觉。但是如果呢有一些咖啡基础和技巧的，它跟牛奶和 espresso 还是有很大地方不一样的。好，下午做了这么多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么多咖啡，